请进。三二一，哎，不用进来了，出去，那边的，去那边吧。啊，没有没有，跟您开玩笑。您这么可爱的人。好的好的。你知道吗？他是杨迪的粉丝，是吗？他以前给杨迪写过信，手写的信，所以对这种欢乐的这种文化，还是很爱的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的舞台的名字叫做东西舞台，就认为你这个人有东西，所以才让您来。特别纠结，如果要是有一方安排我的话，我肯定去了。但是如果有两方的话，我就要疯狂的纠结一段时间。疯狂纠结，这样子也别太久，好吧？明年告诉我们。可以吗？因为下一季的时候你可能还能来，下一季的时候告诉我们好吧？好，时间到。好，谢谢你了，待会儿您告诉我们答案，好吧？那就时间到了。他喜欢杨迪，一定对咱们就，对咱们跟迪哥是不是那关系一般到什么程度？请岳父令开门，如果他有加入哪一组，就会把扇子送给哪一组。哦，直接就选了。三。二一，请开门。来，进来吧。啊，干嘛呢？来呀，来呀，来呀。过来呀。来呀，来呀，来呀。你自个选择。我们都爱你。你愿意伤谁心，你就去，你就往那走走。姑娘，没事的，录个节目，别这么纠结。对，好的。好的。是。对不起，什么伤害了我血液，一笑而过。啊，对不起，我们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出师不利，哦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出师不利，出师不利。感谢老师的那一句，哎呀，录个节目，不要纠结。下一位将要进行密聊的是闪闪。哎，老师好。怎么了？哎呦，老师来。不知道怎么了，他们不说话，你知道吗？就好尴尬呀，我好难受啊，我你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听明白他们说什么？他听明白了。哎，老师好，老师好。Hello。哎呀，哎，终于正常点了。那组都不说话，啊、全程比手语。我真的吗？就在那比划，我这 get 不到。他们在表演。我们是真的很喜欢你，就是不仅是音乐，我就是整个的感觉。就是做音乐，我觉得不是说在哪个环境下做，就是最终是你做出来的东西，大家的那个，产生的化学效应，这种共鸣。所以我们都特别喜欢你，希望你可以加入进来。说实话，你在你编的那些歌里，你也体现了你非常独特的东西。上一次你编的那个《泪蛋蛋》，我超喜欢。好，之前那个也好。OK， 老师没问题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请闪闪做出你的选择。我不纠结，我想好了。请岳父令开门。我的选择是张亚东老师。哦，为了音乐，不是。欢迎。我们有闪闪了，我们要闪闪了。啊，可以。他竟然说为了音乐。损，他觉得我们是运动员。那我们是为了什么？对不对？我们是运动员。下一位，石荣山，来了。Hello， 老师。往里坐，往里进，往里进。对，站过来点，站过来，过来。你是一位说书的。再过来，再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站。哎，别客气，大家聊天。别那我们三个人能不能近一点的？来吧。你大概选谁？你到底是不是薛之谦？薛之谦还是张亚东？还是贾樟柜？说实话，
这个我还得再考虑，是不是？你再近一点，近一点考虑呢？对，再靠近一点点，你就会发现。好了，有毛病啊，真的是。好了，就是你最希望跟谁合作？两个大喇叭交换吹，就是叠加行不行？也可以。就是这样的吗？就是这突然之间，当然这样吹，等忽然间好交换，丢在空中换一把，等绕过来这样的，可以吗？可以接受吗？这个得练一练。啊，好嘞，谢谢老师。哎呦，老师 ，Hello， 请坐。我们这边就没有那么活泼。我没什么，你信他的就完蛋了。我觉得石龙山，你那个咱们这么多期做过来，我觉得你需要一个改变了，因为毕竟是一个乐器嘛，而且是个 solo 乐器，声音又爆亮。我觉得不管你在哪个组里，一定要在下面展示出一个改变的东西，不然的话他就皮了，你理解我意思吗？真的得做出一个改变，就比如说音色上，或者是唢呐的尺寸上，你不能变成工具人。石龙山，请你走到门口做出你的选择。请乐府令开门。老师，哎，行了，三把，真的啊，三把，恭喜石龙山加入张亚东、张靓颖、毛不易的舞台，好好玩，欢迎，好好玩一把，他们聊个都没聊，跟人瞎聊天，瞎聊三分钟，谁愿意来？你说我们俩有病？待会儿人都去他那儿，咱们俩就在这儿哔哩吧啦。你让我们俩在一起正经，很难，我觉得要出事儿。我跟你说，我们方式方法错了。下一位进行密聊的是潘虹。去吧，加油。哦，潘虹会进咱们的。潘虹，我觉得应该会进咱们的，一定会进咱们的。哦 ，Hello， 可以，没事，我们先坐。哎，你先坐啊。哎呀，哎，想加入我们吗？我有的。潘虹人家要抢了，你可以用那个卡。肯定的，我跟你说，咱俩要强行闯入。那我觉得先快去，没时间了。就是张靓颖使用闯入卡，可以，使用闯入卡。可以，使用闯入卡。他可以闯入是吧？对，是的呢。那我们可以殴打闯入者吗？不行，不可以殴打闯入者。可以。哎，我们可以让对方的人加入我们的舞台吗？那边只剩下张亚东老师一个人在聊天。哎，亚东老师，他就来了，你加入，没事，加入，你听我们说呗。我觉得你们套路太多了。我们没有什么套路，因为一会儿我们聊天之后，他们再闯入，所以要不咱们就这么聊算了。就是行，对，因为嘛。让他们陷入尴尬，我们怕什么？当面锣对面鼓嘛。好，潘虹，你看啊，现在这么强，说明大家都爱你啊。对。来，聊一下。对。啊，救命！你想唱什么歌？就是擅长的，其实就还是苦情类抒情歌。对，抒情类型。抒情歌，对。抒情歌，比如说你想跟谁合作吧？对。我可以抓阄吗？抓阄可以啊，抓阄可以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完全看你的选择。但在你抓阄之前，我们还是要说一下，就是我也是觉得你不是一个只能唱慢歌的人，不是一个只能唱抒情的人。他到时候给你跳个舞 hip hop， 你吓不吓人？是不是？吓死了，到时候哎，开玩笑，跳个舞 hip hop， 你吓不吓人？是不是？你好好想一想。